对，咱毕竟很长时间没出场，也算是。嚯、哦，又一个！哎，还是来自于赵睿和易建联。哎呦，漂亮！横贯半场的一个空中接力传球。这是中国男篮两个比较，哇，一个铁血大棒拍出界外，这让这郭艾伦瞬间表情尴尬。就是看着表情很轻松，但是某一个节点还是打得非常兴奋。古泉面对大韩，大哥啊，在场上还真是漂亮，哎，领着大伙玩的意思，这一下不错，这一下弗雷戴特中间碰得很重要，哦，好球啊！阿联，所以今天啊，两分多钟真是有可能阿联拿到这个 MVP。对，但是悬了，现在六分的分差，又是空中接力，漂亮！这球扣进之后呢，整个南区的板凳席都已经站起来了，给阿联叫好。